你听说过 AI 员工吗？河北新闻联播报道，雄安新区正在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在这里 AI 巡检机器人已经得到广泛应用。这个机器人有啥用处？在雄安新区，城市建设高标准推进，水电气暖网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管线都安置在地下综合管廊中，这些管线的安全巡检就成了大问题。有了 AI 巡检机器人，一切就变得简单了。 AI 巡检机器人手臂两侧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和红外热成像设备，在轨道上移动时，手臂可以实现360度旋转，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巡检，还应用了智能算法，巡检时定位精度达到1毫米，检测精度达到99%，还能准确识别仪表、开关等多种表记设备，对100多种气体进行实时监控。目前，这种机器人主要应用于电力行业配电房、高压室、智慧化工厂等室内场景巡检。以前，人工巡检完一间配电室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而 AI 巡检机器人只需要半小时，效率是人工的3倍，能节省70%人工成本，比人力检测更高效、更安全、更精准，成本也更低。户外巡检则主要依靠轮式巡检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进入一些高危场景，比如户外变电站，如果高处的高压线发生故障，就可以通过可见光和红外线进行拍照识别，并且及时传输到后台分析解决。现在这款巡检机器人不仅已经进入雄安新区荣西雄东片区公用配电房，也被山东、天津等地的地下管廊隧道使用，正在逐步批量复制广泛运用。未来雄安新区还将重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空天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产业方向，搭建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平台，推动更多高端高新产业在这里集聚发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未来以来，你是不是也一样期待？